电影《中国女排》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，巩俐饰演郎平的剧照也已经在网上流传。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，郎平对巩俐的演技大加赞赏，我觉得非常像，好演员就是不一样，他观察得非常仔细。此前在中国女排的训练中，巩俐曾多次现身在场边观察着郎指导的言行。